阿官，是歹代志，唔是对无？阿妈唔敢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唔是阿妈，你已经看你的报告，紧来啦，紧来，紧来。找军人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咱赶紧来去找一团，好，赶紧来去。我是要来跟你修理。啊，大夫人啊，哪个讲到这有，我就讲我不是。这张是 DNA 的报告，你是医生，你若是不相信我，你总是爱相信医学，敢不是嘞？这是我的，英团，我的好心英团，英团。你敢知影妈妈想你想到心足痛的无，英团？爸，爸，你是给我放开啦，听我讲好不好？我不爱，我这尼啊无简单，才看你一面。我若如果我一世人无法度搁看到你，你知影无英团？我唔是讲英团。你现在都袂来思考，这份报告已经这尼啊清楚证明你就是我好心英团。你是安怎样我袂承认的？你看，我袂骗你，你家己看。这报告一定是符合，因为这个身体确实是共英团的。啊，不过所有的意识拢是我家己的，甲共英团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所以讲，这边的代志是真的。你知影？我有看过鸦片啊。姜开阳，把晶片植入你的头壳内底。老实讲，我哪会相信有这款代志？啊，我即摆事实肯定眼前。忘掉了，我就是姜家第二个后生，姜开阳。我拜托你，讲去找另外一个身躯，甲你所讲的什么晶片，要放在你的头壳，就要放在身躯，什么所在，我都不管，我甲拜托你，拜托你，甲我好心英团害我，干脆已经闹死啊，是要安怎搁活落去？阿妈。我好死，他们都感觉已经死了，真是死了。我是死了，我都无法度跟伊团圆，无法度团圆。
这个仇咱一定要找伊托，一定要找伊托。穿到安尼，啪哩啪哩，是要去倒啊？啊？你搁问我？啊，今日毋是恁大伯甲因太太的结婚纪念日，伊毋是办啥物聚福会，啊，行为反映集团的总。我是讲副总啦，我当然嘛是爱代表反映集团去参加啊。啊，迄款的场所，我当然嘛是爱穿较正式，安尼才会当表示我的尊重嘛。迄根本就毋是啥物聚福会，是一个鸿门宴。咱两个若是去哦，绝对是向东介绍。你是要讲啥啦？啥物鸿门宴啊？就朱丽萍因遐个人，为着林子谦跟阮大嫂失踪的代志，走去阮江家找阮大伯兴叔问罪。因爸阁讲伊是目击证人，亲目睭看到阮大伯甲人带走。虽然阮大伯后拍死毋是林因的失踪甲伊有关系，啊，不过我严重怀疑哦，因遐个人哦已经予阮大伯。安尼啊啦！啊？你怀疑伊已经？对啊，啊若无人，哪会无代无志失踪啊？怎哪会包会着火？这件代志我早晚会变空。死狗，咱两个一定会予伊拖落水啊！是你较了解因，还是我较了解因啊？假使讲阮妈因若是真正有啥物证据啊，昨暗嘛都提出来啊，哪会等到今仔日啊？虽然现在没见过，啊，不过已经发现了，而且已经向准阮大伯子的目标啊，啊，未找到人进前，因哪有遐尔简单会放阮大伯煞？啊，无你当作恁江总的是怎搞的吼？假使讲这件代志呐，直接别空啊啦，啊，警方只要追查到林子健身躯顶毒针的来源，那呢头一个着枪的都是无极生技呢，恁江总的哪有可能无把后尾门关好啦？你放心啦，我保证伊绝对是拢准备好。啊，不过咱确实有甲伊斗三工啊。为着要避免哦，这火哦烧着咱两个人的身躯顶，上好的办法就是脚底抹油，快点刷啦，行。蝴蝶啊，你真正收收这啦。我才加入环宇集团无偌久呢，连满一年才会当领到的年终奖金，我拢未领到咯，你都要离开，我才抹嘞。飞掉我是袂走的啦，你若是要离开哦，我袂甲你阻挡啊。陈同志，你真正是七月半，唔知死活呢？拢这时阵啊，你阁想要领年终？我看你会先领着劳工局给你的丧葬补助啦，直接用在你人生全剧终啊。喂，你嘛帮帮忙，我即马看起来是红光赤字呢，敢有成一个无好气的人啊？你真正是讲袂出声咧！蝴蝶，较冷静，莫拍，莫拍来，较冷静的啦，你。别！总经理，我怪你唔肯走，啊！你最近也无啥物好的表现啊！是安怎王一金会狠狠甲你升做总经理？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受过引导啦。你去死啊！你唔讲信，我先打电话问。哎呀，好，麦卡麦卡，我讲。因为我把随身碟禁锢，交给王红金啦。你把我背转去泰国？辛辛苦苦摕倒来的证据，偷偷备份摕去做你升官的垫脚石，且你搁温话我无甲我讲，陈同志，你真正就，你拢已经转去吴奇做副总啊呢？我总袂去输你嘛，啊，查甫人面子嘛是爱顾啊，对吧？你根本就拍算好啊，我真正想袂到。我竟然会把你这只会夹布袋的大鸟鼠饲在我的身躯边，我今日若是不把你拍死，我袂偷开啊！莫拍啦，好啊啦！什么叫大鸟鼠啊？
你家己想看卖啦。假使讲王文金若是知影江开阳的秘密，伊自然就会去假死啊。那安尼你就免惊这把火会烧起来咱的身躯顶啊嘛，对无？你头壳是电豆腐还是浸水啊？王玉金早就甲阮大伯交家做伙啊，到五峰叫是讲，因真正会乎你心肝哦。喂，班长哎，搞啥？问彩霞，那是你接的电话啊？啊，我就刚公司的电话哦，接去我的手机啊顶关啦。啊，上门口头一通接到的电话哦，就是你这大福星卡来啦。我真是足幸运的呢。啊，想讲这么大的日子，啊，你人在倒位？大日子。什么大日子啊？我讲的大日子哦，是你新总经理的大日子。我还刚刚哦，这么早就来公司，想要跟你讲一声恭喜呢。年会卡都给你准备好啊。啊对啦，啊这个大日子，你现在人在倒，唔赶紧过来。沈总，你讲啥？啊，你的面色哪会才顺顺呢？那饭菜啊，竟然讲要替我庆祝我高升总经理呢！全世界上无可能替我祝福的，就是伊啊！这一定有鬼啦！你讲的无唔对，这个局一定是一个鸿门宴，咱绝对袂去中计啊！你稍等一下哦，我物件看够了，进来走哈！你总算愿意相信，这个讲话的秘书放屁王文金啊，伊竟然安尼跟我装笑的呢！这条我先夹在壁顶啦，我来吹球啊，吹算数。哎哎哎哎哎！你怎啊开车啊？路口冲出来，你拢免看一下，你敢要搞坏事嘞啊？落车！哎呦，这敢不是咱陈大副总陈东俊啊？太细啦，是我唔知死活冻着你的咯。啊，你搞安怎啊？哎呦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哎，啊，无猜你今仔日穿甲遮尔烟斗，哎，啊面拢垃圾去啊嘞！我替你整理一下啦，啊，加加加加，加加啊，那也垃圾啦，哎呦，你做啥？哎，卖客气啦，大家拢这样子啊啦，弄什么卖啊？破蛋的精明，什么蛋的怕？哇啦，慢啦，我这讲，这讲有啊啦，你也客气啦，哎，你看，你看这，怎么样？看你向公安想要开车，你应该不是要甲陈龙俊等的，故意绕跑啊？我也无做什么代志啊，我想到要绕跑。安尼就好了。吴爹，我有想要跟你讲的，请落车。你好啊，你都别客气，等下搞怎样？多好着哦！你别想起今年太新了。哎呦，你这人哪安尼啦？我好心替你整理你的外表呢，啊你还歹着，这好心去有雷惊。陈爷，不要紧啦，你稍微。